习主席在贺词中提到，这一年的步伐我们走得横剑神采，成都大运会、杭州亚运会精彩纷呈，体育健儿勇创佳绩，这是习主席对我们体育工作者过去一年奋斗的充分肯定。又是新的一年，巴黎奥运会也就在眼前，我也将珍惜每一天的训练时间，刻苦训练，为实现常年奥运会金牌而奋斗。